头大的挺紧张的。嗯。哎，他你这个爆内，给他破的。就弄咖喱晕的还不行呢，你就刚好那块地啊，直接他妈的拉长，在那搞啊。是的。哦，他就是这样搭一下。我还有白骨菌。这个已经长了多久了？哎呀，我先拍一下啊。太平。太平。是吧？那要顺利，要去有这样的。他发情期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才开瓶。哎，师傅，那个都开瓶了啊。嗯。哦，那个开了。哦，那个正开了，很难的。你家里出来的。他们脸没转过来，脸转过来好看，那边弯了似的。对呀、啊，他有点害羞。这个很难得看到的空气开瓶啊，能开瓶怎么是？他平时不开瓶，受到惊吓的时候才开瓶。这样，哇塞！这样，我倒是开瓶了。这还抖的，他怎么抖的？抖沙了声音啊，吓人的呀，他。我这个里面都是公的嘛，是吧？啊，对。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那个还响呢，一抖声音还响呢。你看，我这个也开瓶了。哪个？这个。这随便开着玩的。它开一半收起来了。嗯。那边也开了，是虾蕊吧，淋湿了。啊，淋湿了是吧？虾蕊。哎，它那个毛怎么掉？全会掉的，自己自动掉的。它一年掉几次？换几次？一年要换毛的是吧？嗯。哦。哎，这个好像平时它开瓶吗？嗯。平时开瓶吗？开。平时也开瓶的。那这个搭建这个东西一定要用水滴滴了。你不用水滴滴，这是有条件可以这样，没条件的找瓶找个懒羊坡小坡都就可以了，就是不让它积水，不要让它积水，清扫方便一些，清扫，对，关键的清扫方便一些，就是一定要环境干净是吧？嗯，得冲洗啊，消毒啊。对。那里边那个沙子是什么意思？弄的沙就是它是玩耍的。它玩耍的地方。嗯。那你们这儿不是也有这个白孔雀吗？有啊。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说没有白孔雀。有。就这个窄的。嗯。这种白的是母的，不是公的啊、哦，是公的母的。那个，这是公的，没是母的。哦，那个，哦，没有尾翼的那种就是母的。它没有这种发的好看的。它还小啊，怎么长大的？像长这么大，它长多久？对。嗯。这是三年以上的。三年以上了，这都三年以上了。那几个月的大概是多大的？是什么样子的？几个月？嗯，几个月的。就是能出栏的是什么样的？没有几个月的。没几个月的。嗯，都一两年的。那你这里边基本上全是种孔雀了。没孔雀。是吧？嗯。没有热孔雀了。那我们一般不卖热孔雀。
像这个也有几年了啊、哦。这个两年以上的。两年以上的。嗯、这孔雀怎么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没有。是母的。是母的。母的是这样。公的。它跟人不一样，人是母的好看，孔雀是公的好看。哦。哦，孔雀他妈公的好看，母的不好看。对。那像这个养殖，它的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苛刻一点的啊、哦，嗯，就是比较讲究了。火坑里就是卫生干净就行了，再就是冬暖夏凉，保持这样的环境就可以。那些黄鼠狼它胖吗？黄鼠狼肯定还是吃的，哦，吃的，那你要注意，用铁丝网起来。哦。嗯，这样。哎，那边这个也是你的吧？对，这是你的。哎，这是那像这个造这样的这个一个笼子要多少钱呢？要不了多少钱？啊？要不了多少钱？那笼子也要通风的是吧？通风要通风。一天喂几遍、啊？对，喂两次。是一般性什么时候喂呢？上午、下午。上午、下午一天喂两次。那它吃的饲料能看一下吗？吃的什么样的饲料？鸡饲料，大鸡饲料。大鸡饲料，就是要到外边进的那种，买的。对。那种饲料一袋子多少钱？一袋子一百几块钱。啊？一袋几块钱？一百多块钱。嗯。那相当于一袋子能养多少只呢？他一天吃二两半，一只孔雀一篮，一只二两半。那这个东西你们不是我看就是好像那个粮食就撒在里面让它自由吃的吗？哪了？放在桶，放在那个料槽里面了。对，放到里面它自己。他吃饱了，也就不吃了。嗯。好，那边养鸡的是吧？这鸡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普通的鸡。感觉不是的，头好像跟人家头不一样。像这个，假如说像养这么多的话，一个人他的工作量能有多大？就像这一篮子，就是扫一扫嘛，你扫一扫量嘛，工作量是有，这一会儿挑蛋，一会儿搞什么？那你想想，扫个地，这要了几分钟就扫了？直接用撒个量了，放在粮仓里，要了多少人？那像这个，像比方说像这个母的跟公的搭配在一起，它这个是等于在自由交配。嗯。自由交配，
它就没个准的，不知道哪一个是准的，哪一个是普通的。你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母的下蛋。就是四只母的或者三只公的母的在里面一个，这不一窝一子就够用的了。啊，嗯，他基本上下蛋都是种蛋那样子，是吧？很少。你就是说他自己每天都有可能会发生交配。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和你人一样，有精神的话就来一个。有精神就来一个，这个话有道理、啊。是不是？这个畜生，那个动物，它就是这么样的。他吃饱了就来一个，吃饱了没事干就弄一下。那你们这个就是有下蛋的吗？这蛋自己不孵化的，你们孵化我们的前面刚刚进去的那个蛋里面，就那个里面那个孵化小小小孔雀能给我们看一下，一定有大的，对，对吧？这不是老母鸡，这是贵妃一点，不像我们正常养。他这个我估计了吗，有好几百只。哎，像这个一天要打扫多少次呢？一天扫一次两次就可以。一天要清扫一两次，就用水冲就可以了。水冲，再就是扫。哦。这是出水口，对吧？就是一个场地的出水口。出水口就是那只要有钱了，抓呀。这师傅弄的是什么东西？饲料就是这种饲料，是吧？那叫什么饲料啊？那个？这种饲料叫什么样子？这大几十辆了？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买到我们那边。这鸡饲料哪个地方都有？就是鸡饲料就可以了。对，它饲料很广泛的，五种了，是不是？哦，它是弄出来做成正大饲料吗？啊？就正大饲料，就鸡吃的饲料。就鸡吃的饲料。嗯，哦，这个鸡。那假如说这个不喂饲料的话，它可以吧？可以啊。哇，恐惧到这么大。啊？孔雀孵化的，孵化鸡这个，这个孵化鸡要多少钱？这万把块钱，这个大。孵化鸡要万把块，有便宜的孵化鸡吗？两三千块钱。这两三千，那这个平时不用，它是因为功能不好，还是容易坏，是什么意思？它大小不一样，用不着的。哦，这种孵化鸡两三千。那个呢？小孵化的小孔雀没有。孵化成有啊，你这个上面做的记号是什么意思？做记号就是那个。都看一下小孔雀，就刚孵化出来的。对，我看。孵化的，它这个调的温度是。在这弄吗？那不弄。哦，这是小孔雀，这是像鹌鹑一样吗？啊？这跟小鹌鹑一样，那像这种就要等于要死了。啊？是吧？这里面有一个小孔雀要死了。那个摊子，那个脚摊子要死了。它这个还有设定温度的是吧？嗯。房间里面要设定要保到。像这个。瓶子要保到多少度？像这么。36度。像就要保持在36度吧。要刚出来的要到40度。刚出来保持。刚出来的小太小了。对。要保温在40度。要保温，我们都有这个吧。会鬼要40度左右。嗯。哦，要用这灯泡。这热一点不要紧。热一点好一点。
它是热带动物，对吧？这没事，它这个脖子垮的。它这么大的是鱼。对，哎，这没热，现在就通温了，不需要加温。嗯，但是现在夏天这种温度就不需要加温了。嗯，刚出来的时候要加温。哦。嗯，这个是吧？这个，这个二十天差不多。哎，那个二十几。啊，二十小时，二十小时。哎呀，过几天，过几天结了，结完就可以回家了。这个小的真的，这个小的看不出功能。你照顾过你。哎，张别走啊！你拿个抓紧。这是。刚出事就是这样的，这个哦，它本来就是一个残疾，它像它像这个死亡的光嘛，它这个这个不容易死亡啊，不容易死亡，孵化出来死亡的啊，孵化好了死亡的光嘛，孵化的跟你说，这么大东西不是，也就是一百个孔雀蛋，也不可能孵一百只出来，知道吧？一般成功率多少呢？这个是孵化的时候就是60%-70%，知道吧？哦。过来，刚才试试啊。嗯。那刚才像就这样子，嗯，菠萝肉子过来，装不下这种。专门包来的。他们包的这个像这个车子，它不一样，车子不能，车子叫。师傅急。几个人说话就十几了啊？那个人就那个，哎，那个就上野草堂上上野，对，他呢这个不农民，他说实话，那个马瑞麦克，那老农民聊聊，对，啊，我叫一下。还行，那个按钮那个当三天，前天涨个100%，前天那个可以，我再把它接了。就像家里面鸡一样养。对对对，是吧？这个容易得很，那像那样就费神，那来搞哎。就是一般性家里老人能养吗？能养，没问题。啊。这个你看，我们这么多哪个管它了？这就是很容易的，总孔雀喂两次就可以一天。哦。那等于说这个小孔雀养出来过后，小孔雀开始要注意观察了。现在里面我死了以后，我就没搞，我就这是我的责任，懂不懂？没搞好，懂不懂？是，一般都没那个劲，重视那么的，花那么的精力，搞了把人都搞死了，知道吧？这个容易的，这个理解。不要说孔雀了，妈自己家养鸡也会死呀，动就死啊，死亡是正常。最主要只要存活率高就行，把它养在地下是不是？搁铁丝吧，养也可以。田是么那个凳子，又是一盘那你们当地人养的人都不啊？当地有人养，有人养，那怎么没人养呢？那他们这个当地农民收入平均都在多少呢？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回收的，他卖好了，假如那个啊，这个东西，他孵化出来，知道吧？我们也可以回收，不管大的小的，你可以跟经理签合同，那这事儿你就。到公司给经理谈了，哦，就是按照净重回收了，还可以回收的，哎，好了，走，可以回收，对对对对对，大的小的都可以回收的，哦，这长大了也不容易分辨啊，哎，容易的很，这容易养的很，那生什么劲呢？那不是说最近把它当个宝去养着，这个挺容易养的，吃饱了喝饱了，注意卫生就可以，哦，好好。烧菜，饿了。你看，不提一次烧菜，我饿了。我真饿了。等会回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啊？您不说，他还去吃了一点早饭。钓鱼，让他钓两条。
里头就掉了，人就掉了。好钓鱼吧，这边钓鱼，钓一下，钓一下吧，哥，反正难得的嘛，到这边急鱼有吧，从上海跑过来老远的，钓上来我给他钱好了，实在不行、嗯、是你们的吧，这应该是你们的，你们的钓起来吧，你们的钓的吧，钓来我吃一下，还有鱼食啊，我得过去才能上钩，不不先把这个撒一下，从哪里就在这里钓好了，先把这个撒一下。你喜欢钓鱼吧？嗯，你喜欢钓鱼？喜欢钓鱼。啊？你老是像这搁那干嘛？嗯。怪你要现撒糖啊？撒哪个糖？对。撒。你撒了从哪里过来了？是吧？哪里就在这里钓。嗯。我钓一个拿钱试试看。那很像的，一个硬盘。